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嘅 Hello Channel，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女姐。做咩？就今次系调转咗啊嘛？系嘛？系啊，啱啊！今次唔系所啊，以你我嗌次次交都嘅系我，我。次次都系我开场好闷噶，咪试下调翻转。系啊，你估唔到我系咁正常咁开场喎。冇错，今次由我发癫啦。咁啊，我系阿森，系啦，咁咁啊，即系又系呢一个，又系我同台又系呢长嘅个本宿熟又悉出嘅噶，正所谓一不离二啊，二不离三啊，三不离四啦，而家开始咁啊，系第四次啦嘛，唔止咯，好似唔记得算啦，唔紧要啦。真系好阴功啊，唔知点解每次 heal 出嚟得翻我同唔系，其实啦。系我哋，其实唔系佢两个嘅错嚟，系我哋今次系我哋两个嘅问题嚟嘅，啊，系为咗日后嘅系冇错一啲问题咁啊，啲台部上面安排系啦，咁啊要就两个我哋两个搞一集先咁啊，系样，咁啦，就系啦，讲翻收听方法啦，就喺 Facebook 度咧 search 定下 Auto Sense 就揾到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我哋定期 update 节目嘅，咁另外仲有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啦，希望大家都收聽啦、訂閱啦、留言啦，咁啊，支持下我哋啦。咁另外仲有呢個 Facebook 嘅電客 Otos 綜合討論區咧，歡迎大家都 add 入嚟，咁同我哋就有多少少即係可以快啲回應你啊，多啲互動咁樣嘅，係啦。咁之前咧，咁啊講完呢個 Ultra 7X，咁就反應。都有人留言啦、即全部，即有人，即我哋全部都一，即讲紧啲原曲黑暗系作品啊。系啦，咁但系咁然后咧，大家听完我哋讲咗两套黑暗系作品嘅话，想再黑啲，我问我哋，喂，讲唔讲 Leo 啊？咁样，咁但系唔好意思啊，近排真系唔得闲，就好难一即次我再抢翻咁 workload 就都片，几大，个 workload 太大啦，系 real。系啦，咁然后仲要，其实佢都几难挨嘅。就要花啲時間慢慢修，呢個係一個修行之旅嚟嘅，唔係短時間可以做到。咁我哋就原諒我哋要遲啲兑現到啦，呢啲咁樣事。系，即同埋都唔系两个人嘅，就可以讨论到嘅题目啊！我老实係讲，啊，即你 Nexus 都话短啲，可以两个人勉强都讲得晒。同埋佢呢個慳算細㗎啦。有一個另外問我哋，講唔講呢個美國嘅嗰堆超人啊？係嗰堆啊，係嗰堆啊。唉，真系系，挑唔战体能极限呢啲真系。讲啊，真系好，其实讲就好值得讲嘅，咁但系真系都系佢集数夹埋都都唔都唔嘢少嘅，老都实唔嘢讲。少啊，真系唔系短，都系唔系短时间可以应付到嘅，咁大家悉心等待咧，即系有机会我哋先再教讲呢个题目啦。咁我哋今日讲啲咩咧？咁讲完啲黑暗嘢啦，咁啊我突讲然啲之间180度大转变，我哋决定啊。讲搞笑嘢俾你估到嘅就唔系电下 Otos 啊，就啦，不系食啊，神啦。咁啊，于是就讲一套都其实都几意异识系嘅类、作几品啊，异类嘅一套作品啊，就系呢个《Ultra Man Zeus》。系啦，讲其实讲亦都几直接嘅，就叫做牙刷超人我觉得点讲咧？虽然佢straightforward 咯，冇咗个神秘感，但系咧又好直接咁将佢个特色就表现咗出嚟。系啦。系啊，咁啊，转头讲下点解会咁特别啦吓。呢套作品个我抄翻资料先知啊，佢系1996-1997年嘅作品啦，佢只系做咗2套嘅电影版嘅啫，咁之后就冇一件事噶啦。咁就系搭住喺迪迦播紧嗰段时间去做嘅。咁就然后我就查翻啦，就即系我同佢一查翻先知道其实。原来本身佢嘅出现系一个宣传企划嚟系，即系第一个嘅商业超人咯。我老实讲，嘅，系，即系佢本 exactly 身系为咗商业而出现嘅超人。系啦，佢个首先佢个名Zeus，咁谂紧呢个名点嚟嘅咧？系唔需要有咁多遐想，系冇任何意思，因为佢系一间系冇任何嘅神话意义喺度嘅，系啊，佢系一间汽油公司嘅同牌子埋嚟。其中一个产品咧，我哋个名个汽油产品个名就叫做 Zeus 啦，系啊，所以就叫做 Ultraman Zeus 啦。系啦，咁耶！
咁然後就同一時間啦，佢係嚟自呢個 set 95星雲啊嘛，設定上就話，咁呢佢呢個 set 95星雲咧，其實係有三個 friend 嘅，咁而嗰三個 friend 咧就係著就係喺啲廣告度出現噶嘛，咁大家喺廣見到廣告入面，佢嗰幾位朋友就係著住呢個汽油站嗰啲職員嘅衫度翻工啊，賣下廣告咁樣嘅。系啦，同埋有時會著 rap 曲，跟住同你 show 下我哋嗰只 gasoline 咧，係幾咁對呢一個嘅 environmental friendly 嘅。係啦，咁另外仲有呢、這個，仲有呢、這個其實佢故事入面啦，嗰隊防衞隊啦，咁就係用呢個所謂嘅汽油站嚟去做掩飾噶嘛。咁所以基本上都係即係商業意味好重，其實係廣告超人嚟嘅。老實講，係啊，廣告超人嚟嘅。咁啊，其實佢。佢個造型紅色部分咁多咧，係咪同嗰間汽油公司嘅形象有啲？呢層就唔清楚啦。其實係咪關事嘅咧？我呢層就唔清楚啦。係啦，又唔知啦咁就。咁講下佢個，即係講下個故事啦。咁啊，佢呢兩套其實故事真係可以好快講完嘅。咁啊，就分咗兩個電影版啦。第一個電影版就係叫做講翻呢個。起源故事嘅起源啦，就讲呢个男主角就朝田圣人，就朝日朝日圣人 ，sorry， 朝日圣人，咁佢就系第佢系得到呢个 Zeus 呢个超人力量嘅人啦，咁佢变身咧就平时大家就要攞住啲变身器举高嚟变身嘅，咁但系佢就另就佢都系举高嚟变身嘅，系啊，佢首先要攞支牙刷。咁系咁擦，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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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擦到发光，咁啊举高支牙刷，咁啊变身嘅，啊系啦。咁然后咧就佢被称呼为牙刷超人嘅原因啦。系啦，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呢个翻译都几好，几直接，简单直接，吓完全 straight forward， 冇任何遐想嘅空间。系啦，都 OK 啦，咁啊翻翻嚟啦，咁啊，咁讲呢个男主角咧，啊虽然佢有超人嘅力量啦，可以射死光啦，即系力大无。啦，有佢四十米高啦，好犀利啦。咁但系咧，佢有一个致命嘅弱点，就系佢有洁癖啦。系啦，我其实呢个究竟系男主角嘅问题，定系个超人嘅问题咧？唔系啊，因为佢唔系伊朋系超人嚟噶嘛。啊，系佢就系 Zeus 嚟噶。系啊，所以就冇呢个问题嘅。OK OK， 咁佢所以佢就有洁癖啦。咁于是咧，佢每次有一次练习嘅时候咧。就唔覺意跣親入空間，嗨到啊！就喺個山間度咧，喺個山間度一隻手就搭個泥，搭落個泥沼度，咁於是就咬底，就個鏡頭咧影到佢好崩潰嗰樣，跟住喺度洗手，好似嗨到屎咁。咁個泥嗰啲泥可能都有屎喺度嘅，咁於是就去洗手。咁洗手嘅时候咧，就俾啲外星人影到喎，就俾人发现咗呢个致命嘅弱点。呢个超人嘅最大弱点就系洁癖啦。系啊，咁于是就 set 咗个陷阱嚟去装佢啦。咁啊，要佢踩落个泥沼度，踩入啲屎水度救人。系啦，咁于是就讲佢系一个讲佢点样克服洁癖嘅故事嚟嘅。系啊，咁啊细节转其实都冇乜细节噶啦，不过转头先再讲下佢中间啲故仔啦咁第二個故事咧，就係、是、呢個係另一件事嚟㗎啦，就係、是、講外星人咧就製造咗一個 copy 版嘅 Zeus， 一個黑暗版嘅 Zeus 啦。咁一開始咧講到話主角唔夠打，跟住仲要打完一次輸咗一次之後咧，佢就咬底啦，就俾人兇，啲人可能兇佢啊，揾拳頭想即係唔係啊？就一嘢拳頭打。打爆咗佢左眼啊嘛，系打爆佢左眼，佢仲要系矛底啊，系连啲僆仔啊，扮要打佢，佢都吓到濑屎咁就系啦。咁就讲佢个古仔好简单地就系讲佢点样克服呢个恐惧咯，然后再企起身就出奇制胜啊，最终就系啊击败咗呢个黑暗嘅超人同埋呢个外星人咁样，咁就系咁样啦，系好简单嘅，佢冇乜特别嘢嘅，系啦，咁啊完咁样。咁其實本身就有講過話想拍第三部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因為1997年之後就迪迦完咗就係蒂娜啦。咁蒂娜嗰個企劃咁本身就後屘就企劃要拍呢個迪迦同蒂娜合作嘅劇場版啦，即係呢個《星之繼承者》啊嘛。咁啊為咗拍呢個劇場版咧，咁即係唔係《星之繼承者》星光戰士？星光戰士係講錯咗，星光戰士。
咁啊，为咗拍星光战士咧，于是咧 ，Zeus 咧就冇机会再出现啦，因为个预算唔够啦，就冇批预算俾佢啦。冇成到事咯，最尾就系、是。咁然后即系第三部剧，基本上就 Zeus 成个系列就呢两套剧场版之后就完咗噶啦，基本上。咁系啊，系啊。系啊，先从古，你想从古仔方面入手先啦，定系从啲吓皮套嗰啲嘢入手？古仔方面我都谂唔到有咩可以入手。其实头先已经讲晒啲古仔啦。系啊，其实点讲咧？今次我觉得我冇睇到啲访谈啊，亦都我唔知搵唔搵到，真系好难搵到。我觉得，因为佢入面嗰堆嘅制作组亦都唔算系非常之出名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就咁睇咧，除咗系话头先讲话欢乐向、搞笑向之外咧，其实我觉得系想试下嗰个再小同向一啲嘅一个制作咁样，我觉得系咁样，因为其实佢讲紧个故事有一个好系好清，有个好清晰嘅主题噶嘛，不要逃避啊，系啊，唔好逃避啦，面对你嘅恐惧啦，咁无论系洁癖又好啦，或者俾人打镬金都好啦，你覺得即係講到面對恐懼，其實都可以講到好成人向嘅，但係呢度選擇咗一個比較輕鬆啲嘅方向，輕鬆啲啊，喜劇式嘅表現手法咯。佢係啊，佢就件事喜劇方面嘅，我覺得就真係做得幾好嘅呢樣嘢。首先佢揀選角方面啦，就呢個男主角啦，個樣就完全不靚仔，已經係嗰啲搞笑藝人嗰啲嘢。係啊，睇下搞笑藝人啊，佢仲要係。即係又仲要嗰個反差咧，即係咁樣，即係佢係會得多啊嘛，然後俾個潔癖嘅缺點俾佢，然後呢個缺點仲要搞到佢玩殘佢咁滯，我覺得真係係幾過癮嘅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潔癖呢一個設定咧，我覺得某程度上係源於話咩超人喺地球上面三分鐘嗰個活動時間，因為地球受到污染，跟住即係如果地球嚴重污染，即係再 emphasize 佢咧。就是超人有潔癖咯，系咁样咯。咁我觉得呢个 idea 其实系即系都几有趣嘅，系啊。即系你会第一时间谂起有潔癖嘅超人就系 Jazz， 系咪？即系呢个系特色嚟，唔会有第二个啊嘛，系唔会再有第二个人。系啊，唯一一个系啊。佢系头先讲啊，佢洗手真系好好笑，特别系。佢真係好有戲，佢仲要同一條橋玩兩次。第一次咧就係佢變身之後就 high 咗落山間度就洗手啦。咁啊洗手洗到勁好，即係個動作係勁 get 咁樣咧，即係成個人咧褪到九丈遠，隻手懟落去個瀑布嗰度洗手。即係你又會你又規矩諗得出就係、是、發、那個瀑布就係水喉水咁樣喺度洗手。好人好人間臭咯呢、這個超人。即系作为洁癖嚟讲，即系成个人咁样咯。系啊，咁然后个外星人就特登就去揾个人间梯再试多次啊嘛。咁有个人间梯再重新，即系个镜头咧又拍到好接近咁样，又系同样 call 一模一样，但系人系啊，跟住就跟住洗手，然后最好笑就系、是、你一般啲外星人去测嗰个人系咪乌多拉曼或者英雄嘅时候，通常就 check 下 DNA 啊。check 下細胞啊 ，check 下血液、啊，睇下有冇咩因子啊，有咩因子乜乜乜，咁點解今次咧個外星人咧，我又唔可以話佢唔聰明喎，佢就將兩個洗手嗰個形態一搭埋一齊，哦，你就係遮啊，真係好 get 咯成件事，即係你即係其實超人嗰種科幻意味好重呢啲嘢咧，突然之間好好冇啊，呢套嘢冇噶，係冇呢啲嘢。完全冇，你見嗰個所謂嘅警備隊都冇嘅，唔係警備隊咪就係一班傻傻地嘅人，嚇傻傻地嘅人求其整架飛機出嚟就叫做話自己係警備隊咯，同埋有槍咁咯，係啊，佢架飛機都有啲都其實都冇乜戰鬥力添，冇啊，好似都冇飛彈嗰啲。系冇乜武器啊，飞嚟飞去嘅啫，就系纯粹飞嚟飞去。咁佢然后即系个男主角亦都个表现啦，亦都其实话佢系超人啦，但系佢好多位都好，其实就系一个嗷嗷底啊，斯斯缩缩啊，
然后又其实唔系战士嚟嘅，佢唔系，佢真系只系一个普通，佢你俾你嘅感觉，佢真系只系一个普通人，然后冇他，然后有超人力量，但系个超人力量佢唔系要嚟拯救世界嗰啲嘢，佢系无啦啦，唔系佢系。佢即系嗰个超人嘅目的，佢唔系为咗打击地球侵略者，只不过纯粹想整治地球嘅污染啫。系啦，但系佢就系一个有洁癖，因为佢就系有洁癖啊嘛，咁佢就系要消灭所有污糟嘅嘢咯。系啦，咁样。咁但系佢又好惊呢啲污糟嘢咯，咁样。系啦。咁然后就讲佢点样去，即系第一步就系讲佢点样黑，要踩入去个泥沼嗰度去救人，咁然后跌咗落去又上翻嚟咁样。就话我唔再惊污糟嘢啦，咁样。唔系，佢仲有个位好搞笑嘅，佢咧，佢即系佢唔系受伤，即系超人会闪红灯，系佢个体力或者受伤咁样嘛。系。佢系踩落啲污糟水就即刻。就着红灯。其实系佢嘅心理状态嚟嘅。系啦。佢好搞笑啊！嗰个真系，即系佢一踩落去即刻闪红灯嗰个位真系好搞笑。系。咁又佢嗰个佢嗰个外星人都系佢嗰两公婆咧屎忽头啊嗰两个屎忽头两公婆咧又几有原则噶，就将嗰啲人质咧就放喺个泥沼嘅对岸嗰度啊嘛，咁要佢行过嚟啊嘛，系啊，咁啊真系有啦，佢行过嚟，佢全程佢嗰只手下嗰只怪兽系唔做嘢噶，企喺度啦，啊真系睇住佢行过去噶，真系。啊，几有原则喎、啊！你班友真系令到件事嘅喜剧感更加重咯、啊，你成个系即系喺啲好莫名其妙嘅地方，好有原则。系啦，咁然后两公婆又中间晒恩爱啊，放闪光嗰度又更加好诡异啊，仲要啊，即系佢尽量都整，总之嚟讲，佢整体个风格咧都喺第喜剧感好重，特别系第一步就尽量将啲嘢令到你觉得好笑啊、可笑咁样去。去令你去，即系冇唔使咁严肃咁去睇呢套作品嘅。但系其实佢背后带出嚟嗰样嘢，教育意义啊，第二样嘢啊，系啊，克服恐惧啊。其实或者再具体啲就系、是，其实小朋友虽然系即系当然洁净啊好紧要啦，但系有时你要亦都冇必要去到一个极端，就系、是、要完全掂污糟嘢。你有时总会要掂到嘅，咁你亦都冇必要去惊咁样咯。其实如果再具体啲嚟讲，佢似系想咁样教啲小朋友嘅咁样。但系去到第二部咧，就成个古仔，个古仔系我觉得系想唔系，其实改咗少少嘅。唔系喺讲第二部之前咧，其实即系套嘢仲有啲硬件嘢，即系要提一提嘅。系。咁佢即系佢呢套嘢咧，佢嗰啲 gap 位咧，除咗自己本身即系就住洁癖搞出嚟 gap 位之外咧，佢有好多位咧都系同。初代超人致敬嘅，系啦，因为入面就系佢其中一个佢嗰个警备队嘅老成员啊，呢个就系呢个黑暴俊嚟噶，唔系，俾我记错咗，你冇佢警备队成部黑暴俊，但黑暴俊又喺呢套，即系其实科特队里面嘅演员咧都有出演呢套电影嘅，但系全部都系啲普通市民咁样咯，系。咁啊，即系讲下，即系大概讲下啲初代致敬位咁样啦。咁啊，主角系作为一个超人嘅新人咧，即系一个唔系好熟悉战斗嘅人，咁佢练习光线嘅 pose 噶嘛。咁佢练习光线 pose 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位咧就系、是、有一个动作系似嘅初代噶嘛。似初代，佢两个已经搭埋一齐嘅系会。咁樣咯，咁仲有個位個故事劇情係講到係有隻食金嘅怪獸噶嘛，係，咁啊，咁有個狗，即係佢揾啲純正黃金嘅時候咧，有個位咧就係一個超人雕像嘅金像嘅開幕典禮啊嘛，咁嗰個黃金像咧，其實就係初代超人嚟嘅，係，咁啊，佢好多呢啲位咧係。好多呢啲位咧，係即係特登同初代，即係俾你有個會心微笑嘅位咁樣咯。係，咁樣咯，即係都要提一提。其實呢樣都係一個，都係呢一個作品嘅特色嚟嘅。係，都即係咁。圓谷就如果喺某啲位嗰度，總會加多少，即係佢喺用自己嗰、那個，即係致敬啊，用翻即係用情懷。
懷呢樣嘢，佢就不嬲點都會加少少落去嘅。情懷呢啲嘢係袁谷，袁谷係玩得好出色嘅。係就唔會，即係對於 fan， 即係會想服務翻啲 fans 嘅，好少會扭嚟嘅咁樣。同埋有個位咧，就係、是、其實嗰個防衛隊咧，出場係架飛機係喺架嗰個牌裏面，唔知點樣好似跌出嚟，跌出嚟噶嘛。係啊。咁咧，咁嗰個位咧，其實由第一集玩到第二集都係咁嘅，就係、是、啊呢、這個科特隊嘅啊英子隊員嗰個演員咧，每次都想影佢哋出動嘅時候咧，就永遠都影唔到嘅。就水，唔係好似俾人水佢去望其他地方，佢就望唔到咯。俾人一係水佢望其他地方，一係大風得滯又影唔到咁樣。係啊，每次係每次都係得佢影唔到咁樣。係啊。个个都，唔系因为佢里面啲平民咧，好似日日都食花生等架飞机飞出嚟咁样噶，一飞出嚟咧就成班攞个傻瓜机出嚟影嘅，系咁样咯。但系唯独得佢影唔到，你会觉得即系呢啲位置都营造到，你会觉得啊 ，Zia 系一个喜剧感好重，系啊，同埋嗰个守备警备队都系一班即系都几亲民嘅一个组织，同埋一个超人咁样，即系大家都。里面啲人佢唔係嗰種，都唔係 soldier 嗰種感覺嚟嘅，全部都係啲傻嘅，成班都傻傻地，傻佬咁樣咯。唔係咁咪就係、是、一班癲佬，唔知點解又咁啱砌到架飛機出去玩嘅，所謂地球攣咁樣。係啊，咁樣係就係一個咁嘅感覺，唔係真係咩警備隊嚟嘅。咁啊，即係成件事都係開開心心睇咗佢 OK 咁樣咯，有教育意義，又俾小朋友又有少少咁樣。即係兩樣嘢都有平衡到咁樣嘅感覺啦，咁樣。咁第一步就係咁樣，但係去到第二步，我覺得件事係好再好似係有啲唔同咗嘅。你會唔會覺得我覺得第二步個感覺係嚴肅咗啲嘅？第二步似有種似翻正規超人嗰種感覺咯。係啊，首先就例牌要打邪惡版嘅自己啦，跟住。要克服恐惧啦，即系嗰、那个而佢克服恐惧嘅方式就同第一步唔同噶嘛。第一步系讲克服洁癖啊嘛，即系件事系好交流噶嘛。咁但系而家系面对自己真系为自己带嚟阴影嘅敌人啊嘛。系啦，然后就同埋嗰个修行嘅方式就用嗰、那个即系跆拳道踢腿踢爆个波咁样，系咁练。其实呢样嘢就好王道嘅，即系王。好王道咁样努力修炼胜利咁样嘅一个公式嚟嘅，咁但系佢最终带出嚟嗰样嘢，嗰个克服恐惧嗰样嘢，就比起之前第一步就严肃咗啲咯。就但系然后仲要其实成套嘢嗰个搞笑嘅风格就 tune down， 即系其实低咗啲嘅。佢只系啲可能系啲人。嘅動作或者間中攝啲 get 位落去咯，但係整體嗰個大個風格就冇咗搞笑嗰個感覺嘅，少咗嘅，係或者我咁講，你會唔會認同？定係你覺得其實都有啲好笑位？好笑位係少咗，但係刺激位冇少到嘅，係即係例如話，即係佢哋地球防衛隊都唔係完全冇做嘢噶嘛。即系佢为咗探索打低呢一个邪恶版嘅超人咧，即系邪恶版嘅超呢个超人咧，咁佢系去搵即系搜寻自己嘅资料库里边咧，系嘛点样打低个超人啊嘛？系咁发现咧，原来呢个超人嘅弱点咧就系呢个卡拉泰玛。系咁，其实即系打超人要打卡拉泰玛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嚟自吉田。即系积盾，就俾积盾射中卡拉泰玛就收。系啦，嗰样嘢其实佢呢度都有呢啲致敬嘅。啊，唔系啊，有一个 get 位啊，我唔记得咗，嗰个都算系 get 位嚟就系、是。好啦，咁佢知道超人嘅弱点系卡拉泰玛啊嘛，咁佢整邪恶版嘅超人嘅时候，咁点咧？就喺个卡拉泰玛度加个罩俾佢，加个防护罩，加即刻有把夹去挡住。点会咁噶？又点会咁噶？我你打我泰玛，我啊打翻你泰玛先。咦，原来有力场嘅咁样，系呢、這个都系一个 get 位嚟嘅，都 OK 啊。咁最终就佢点样用翻，即系用翻佢呢个喺跆拳道学到嘅踢腿啦，新招式啊，新
然後仲有啲新嘅死光咁去，即係大家打氣之後，佢又出咗啲新嘅死光去打敗呢個黑暗版超人咁樣，咁就其實佢嗰招新嘅死光，只不過將個 L 變成 X 字。係啊，咁啊，即係仲要擘大個口㗎，人哋好有氣勢㗎。係啊，好有氣勢，呀、啊、咁樣佢擘大口。咁啊，好少可見超人擘大個口㗎嘛，係咁啊，仲要有仲有 CG 噶。用 CG 整擘大佢个口噶，系咯，系啊，死啊！讲我尽量将可以讲嘅嘢都讲晒，已经讲晒出嚟，真系冇乜嘢。系咯，你话要故事嘅内容嗰啲咩深度嗰啲，真系几乎冇嘅。即系就系我哋讲，佢想表达嘅嘢，两套想表达嘅嘢就系我哋之前讲就系要克服自己唔中意或者惊嘅一啲嘢咯。咁就系咁简单嘅啫。但系佢只系用一个相对冇咁严肃嘅手法去拍出嚟，咁 buy 唔 buy 就有，即系从佢嘅销量都，从佢个票房都见到，或者佢后来大家传颂嘅感觉都听到，其实大家唔系好接受嘅，唔算话好多人中意啦，甚至乎有啲人一听到佢就直接话佢低能啊咁，咁咁都係嘅，即係如果係成個呢個評價都冇錯嘅，深刻係啊，係咪因為佢我覺得啦，雖然係輕鬆，佢目標係輕鬆搞笑，但我覺得好有啲位都幾特登同幾刻意嘅，尤其係第一集咁就所以即係好老實講，真係好 straightforward 啊！成係咪真係好笑得出呢？因為其實講真搞笑，你唔係真係做核突嘢，做 get 嘢，即係做啲好。做啲好 high 嘅行為就代表搞笑嘅，咁對於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係 OK 啦，咁但係我大個睇翻都覺得係特別開心，特別搞笑咯。我覺得最搞笑嘅就係瀑布嗰場，係瀑布嗰場啦，同埋攞嚟對核對翻大家個動作一樣，然後話佢話個男主角是人，就係超人隻啊！係啦，呢條橋係 OK， 即係一。嗱呢啲咪搞笑其中一樣好緊要啊，其實條橋係好緊要㗎嘛。咁我哋事實上我哋兩個而家覺得最好笑嗰個位就係呢條橋㗎嘛。而唔係嗰啲 get 嘅動作㗎嘛。其實佢最即係搞笑一樣嘢就係佢要你要覺得喺邏輯上面係荒謬你先會笑得出㗎嘛。係。咁就係呢一樣嘢就係即係無論係超人有潔癖也好，即係點樣檢測超人。嘅身份出嚟也好，係同以前嘅系列嗰種好認真嘅方向係好相違噶嘛。係。咁所以你咪覺得搞笑咯。係啦。咁但係其實嗰啲咩低能嘢嗰啲，你即係唔即係冇一個喺邏輯上面嗰個結構係好完整嘅話咧，就冇乜感覺咯。係。係啦。我覺得係咁咯。係啦，咁就然後去到，但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咁啦，即係可能發覺。呢咁樣做就唔係太成功，所以個第二步就變翻比較正統嘅吸收前面嘅教訓啦。係啦，比較正統啲嘅超人，或者係比較正統啲嘅成長故事咁樣去拍呢套嘢。咁可觀性我覺得反而高咗啲嘅，雖然係跟翻大路，但係成事係好睇啲嘅。但係就好似冇咗佢自己嘅特色咁樣，即係冇咗嗰種。特登要做到佢就係要嚟搞笑用嘅咁樣，咁忽然間就冇咗佢個特色，係正規咗咯。第二集嚟講，係啊，都係雖然佢，我覺得佢特登整個擘大個口咩交叉死光啊，嗰啲俾人打嗰啲，其實都係特登想做翻有少少分裂嘅感覺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唔係太成功嘅。整體嚟講，佢想做分裂。分裂上面即係搞笑嗰、那個，我就真係一般啦，唔係話唔好笑嘅 ，OK 咧。係，唔係我小朋友劇咯 ，feel 到啊。對我哋，我諗對小朋友，我細個睇都睇得好 enjoy 嘅，我覺得 OK。細個睇係開心嘅，咁大個睇翻，即係大家要求尖尖聲門，又多睇得多嘢，咁就會多咗要求，咁就會覺得爭啲咯。咁如果佢目標係打小朋友市場嘅，咁以我小朋友嘅記憶嚟睇都 OK 嘅，應該足夠嘅，係啊。咁就都嚇內容上都差唔多啦，都講唔到好多嘢啦。咁啊，講下佢有其實佢有啲咩另外拍法上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嗰、那個光線技啊，
係睇先，我睇下先。今次那個飛機嚟講咧係全 CG 嘅，係咁呢個係佢哋嗰個即係初步嘗試嚟嘅。嗰個年代其實九六九七即係迪迦嗰個年代，佢迪迦都唔係迪迦冇 CG 飛機噶嘛，佢基本上都係用模型噶嘛。有 CG 嘅，有 CG 飛機，但係佢 JAS 嘅飛機係全 CG 噶嘛。係冇模型嘅，即係嘢由頭到尾都係 CG 嚟。係冇模型嘅。係咁樣咯。OK， 咁跟住就。今次唔係，即係個光線嚟講咧，唔係光學合成技術嚟嘅，係數碼編輯咁編輯咗佢。數碼編輯即係 key 啲嘢落去咁樣。key 啲嘢落去咯，即係唔係人手，即係光學合成係要自己畫啲手畫啊嘛，係。係啊，咁就唔係咯，今次就。哦，咁即係平咗啊嘛。佢我唔知道有冇平咗啦，但係佢即係嗰個光線，即係光線個處理手法就唔同。OK， 咁仲有一樣嘢都幾得意嘅，即係呢個就係 JAS 個造型同埋嗰個皮套。佢造型上面就唔係潛水衣質地咯。係啊，就係雖然絲質質地喺呢一個澳洲超人都有用到嘅。係，即係 Grace 啫嘛，係嘛？係啊，係啦、啊。但係 Grace 嗰個感覺冇咁咩嘅，冇咁緊身嘅。JAS 所以佢俾我感觉佢成件衫好紧身，勒得好紧咁样，勒得好紧，跟住就搞嗰件事，好唔知点咁样，好冇质感啊！佢成个身体，即系但我觉得系，即系我细个睇，我觉得系几好睇嘅呢个造型，系，我觉得系即系好嗰种好有流线嗰种感觉咧。咁就要歸功嗰個皮套演員嘅身形好啦，身材好啦。我諗 Grey 做唔到呢個效果，係因為嗰個皮套演員個身材唔好。應該係佢本身個油好大嚿，可能係嗰啲鬼佬咧大隻佬咁樣笠落去咁樣。係啊，所以咁講對個皮套演員好失禮。係，但係 JAS 因為佢成個佢演員個身形係好 slim 嘅。係 slim 咯。係啊，但係。点解咧？佢成个身形系好睇噶，但系我觉得丝质个质地真系睇落个感觉系有啲唔舒服咯，唔知点形容。即系嗰种好滑捋捋嗰种感觉。系咯，就系、是、唔知点形容咯。但系嗰个头嘅设计同嗰个颜色嘅设计，我觉得几好。佢将嗰、那个即系平时就系灰色银色系嘛。是啊，平时银色是主色，有红色的纹噶嘛。咁而家就红转咯，红色是主色，就有银色的纹咁样。咁样反一反转咧，就令到件事抢眼咗啦。咁甚至乎其实佢呢种配，好似佢呢种配色嘅超人都好少见到嘅。然后再加埋成个头都是红色得只一个啫。系啊，同埋仲要加埋佢个头啦，佢个头整到佢只角咧向前凸出嚟嘅。咁然後佢左右兩邊嗰隻耳仔咧，平時可能係方形嘅耳仔嚟噶嘛，佢真係整咗兩隻好似精靈，好似妖精嗰啲咁樣嘅耳仔俾佢，所以佢成個樣子都幾特別嘅，係冇乜邊隻超人同佢搭到嘅，好少你會講到話啊，即係似邊隻超人咧？其實佢隻隻都唔似嘅，佢真係佢個樣係幾有特色啊，啲獨特都幾 unique 嘅，幾 unique 嘅系啦，咁系几特别嘅，但系冇乜点影响后面啲皮套嘅，但系佢系佢自己一啲特色咁样咯，系啦，咁大概系咁样啦吓，咁、你话我自己会唔会好中意 JAS 呢个作品咧？我大个睇翻我就唔算话特别太中意嘅，但系我自己几中意超人佢呢只超人个样。即几有特色咯，系啦，即用牙刷变身，即佢样样嘢都令到佢好似好异类咁样啦，就系、是、又用牙刷变身啊，有洁癖啊，又其实唔系为咗守护世界啊，但系咁无啦啦俾人逼上梁山嘅焗住要做啊，咁样嗰啲，即系令到佢有啲特别嘅嘢，令人去记得佢。
咁但係佢嗰啲特別嘅嘢係咪做得好好又唔算好好嘅，但係因為即係咁講，因為其他超人唔會咁做啊嘛，咁係得佢啊嘛，咁所以你就一定會記得佢咯，係，嗯，咁係呢個係佢特別嘅地方啦，咁亦都其實我諗我哋講唔得佢好多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作品量太少嘅，因為佢同埋本身都唔係好多嘢，老實講。喂，咁佢喂佢個三個 friend 咧，嗰、那個。个咩 set 九啊五星云系咩嚟咧？又乜都唔讲咁样。咁如果佢有机会再拍嘅，咁或者可能会有啲发挥。冇啦，其实都作为系一个商业吉祥物咁样嘅定位。因为应该都出唔翻嘅。系咯，应该都唔会有好多 interpret 嘅地方。系啊，因为嗰间汽油公司会唔会又要再同佢倾过，又要出多次咁样噶嘛？应该系有排倾嘅。咁我觉得都员工亦都唔会嘥钱再咁样做噶啦。我谂佢都系一个优质库嚟噶，系啦。咁如果大家就因为真系两套剧场版夹埋都系两个钟多少少啫，咁大家有兴趣开嚟睇下咯。即系觉得咩圆谷咩成日去玩认真啊，吓咩好沉重啊，咁啊想睇下佢喺搞笑方面点样用搞笑嘅方法演绎超人咧？咁啊，呢套作品啊，可以值得睇一睇嘅。系啦，可以放空个脑去睇啦，就唔需要下下又讲到要深度啊，要死人啊，又话咩要做战地记者嘅，睇住个女仔踩地雷死啊咁。有咩反战啊？系咩思考人类咪侵略者啊？系啊，咁啊，自然咁就可以呢套就完全唔系呢啲嘢啦，大家。看看会不会接触下咯，咁啊，好啦，大概系咁样啦，呢套作品。系啦，我哋啊，迟啲再倾下其他嘢啦。呢排都系咁开 Hero Channel， 都系讲超人多，咁就睇下会唔会讲其他。因为拉打都未系好入到主线，同埋好似而家成个台得翻我一个人睇啫嘛。温到而家，唔系我应该迟啲都会开翻嚟睇嘅，我纯粹系。忙得滞冇开嘅，又 OK 嘅。其实嗰个发展去到而家目前嚟讲，我觉得 OK 接受。因为早期嗰啲莫名其妙，啲人就系话早期莫名其妙啊，发展终于定咗落嚟啦嘛，开始真系行紧。或者稳定翻咯，成件事。系啦，咁都可以到时再睇下点啦。我之后先再开一集去评论。咁我呢集嚟到呢度先啦，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倾其他嘅特色作品啦。系啦。拜拜。